续在地人在地情来看南投民间乡的民间国小，除了学校办学用心，家长嘛拢全力为小朋友咧付出。由学生家长所组成的志工团，拢会来到教室为小朋友来念故事，陪伴囡仔养成阅读的习惯。会当看到这个学校甲家长做伙合作的用心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